今天邀请他们来到玩我们的游戏 YouTube， 上面抹黑订阅数最高的。你看，我们就结束游戏吧。对啊，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，这边有两位台湾的 YouTuber， 欢迎。我是田富姐。哦，很棒，很棒。今天邀请他们来到玩我们的游戏 YouTuber， 这个游戏里面也有他们可以选的。是，但是今天我就故意不愿你们选自己。对，我们选一个喜欢的，选一个喜欢的。哦，所以你只喜欢走 man。哦，我想多选几张吧，就只能选一张。转的不错，还好。那选谁？我选阿神。阿神不错，蛮帅。他是我的邻居。啊，真的、哦？他跟我住很近。哎，这个可以讲吗？这个没关系，剪掉。好，然后选择放火。如果大家不知道游戏规则的话，可以点这部影片，这部影片。叮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就立刻开始。好，来开始。好，那因为我最近拍过影片，那就我先开始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然后来，我们一开始我就直接来拍影片。我要拍这一部，哎，这个算是放火红的一部，很早以前的。恶搞模仿炫富的小女孩。对。那我就直接拍这一部。好。我觉得我会爆红，因为它是这一部影片爆红。来，看你红来啊，好不好？很过分，一一啦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啦，不可能啦，肯定 OK 啦，二，哎，看好烂哦，哎，还好啦，刚好没有上榜，这里面带我带来30,000观看，所以可以抽2张分红了啊，好，一开始赚到钱 ，OK， 可以吧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那我也要拍一个，这个指尖陀螺之前还蛮有名的，我觉得这应该 OK， 走，拍的废片，对，什么？我是酒店。我觉得这个 OK 了，这个随随便便应该就发烧一下。哦，因为你的加起来7嘛，所以我们之后有进热门。哦，有进热门，还第二名哎，第二名热门哎，直接拿2000订阅有没有？哇二，而且他会一直都加一，对，只要没被推走就可以加。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先走了，加油。有点厉害，就说要好好拍。我是九妹啊，九妹有点厉害，九妹好。好，该我，那我也是。我也是来拍片啊，我记得我也是可以拍。拍什么类型的？我要拍这个，哎，宝可梦，哎，宝可梦是之前的啊。跟你讲，阿神那时候破百万订阅，很多是宝可梦那时候整个热潮带起来。真的？对，我记得百万订阅附近，他是很常做 Pokemon Go。对对对，那时间就是很 Pokemon 很红的时候。来筛筛子。没事啦 ，OK 的。好烂，比我还烂，真的超烂，比我还烂。阿神，对不起，你这阿神才能拍出好看的宝可梦。好，然后一我只加2000订阅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很好了啦，哎呦，好了啦，要加油才能跟九妹一样厉害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阿神就是怎么样？阿神他辛苦了6年才开始，对不对？有人看到他的影片，我跟你讲，没关系，我是后来居上型。好 ，OK， 可以，好，到我了，到我觉得我要收集一些东西，收集好，因为我接下来都很难。我先收集一些道具好了，去买一些道具，看一下。哦，看什么？哈，这么大声！哈，什么关子？给他看一下。好了，抽到是这一张，器材损毁，损毁的。罚谁呢？手牌最多的是谁？好了，掷骰子，直到多少点就失去多少张手牌。四，不用一，多少，所以我要抽，还不错，随便弄一张，你自己选，不要了，我自己选，不要了，其实没有不要了，对，莫名其妙，那我再抽一张，看看发生什么事，好吧，道具，哎，这个事件还不错，哎呀，你什么订阅数最高的，是不是？说明抹黑，订阅数最高的，我们要往好。方面想是酸民抹黑，他不是真的黑，他是人好好的被抹黑，所以 OK。对对，本来不黑，那要怎么样？人红是黑哦。骰子直到多少点就失去多少订阅，这好，我觉得这有设计的好。第十点退个。是，1,2,3,4，你看 OK 啦 ，OK 啦。哦，等你们，好不好？我怕这游戏太快结束，玩什么玩？我看你的那个黑材料蛮多的，可以让我们的。我觉得我要完成我的霸业了。你什么半月？读点书了啊，读点书。一同打工，任选一位玩家各抽2张牌。哦，抽这里2张。对对对。哎，不错哎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有好牌的吗？对啊，这不错，这牌很好哎。我觉得应该要关怀弱势。手牌只有一个。我觉得阿弟啦。OK。毕竟你刚才笑的没有那么奸诈。你这边不是手牌？这是我手牌对。其实我。看你看。怎么装死哦？
三张而已哦。你看，装可怜，这就真的很黑暗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要装可怜。那你要跟我联名吗？可以三个人一起，一三个人一起啊，这样子该我就可以筛筛子了。对，然后就看我们的运气谁比较好。大家 peace 一点，大家 peace 一点，大家合作。哦，抽六张牌耶！哇，抽六张牌，哎，这个暴富，这边抽，直接一抽暴富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靠，不好意思，还有发烧一，谢谢，还有把您真的退掉，哇，哎，别这样，哎，我今天帮你们设很好的天花板，你们都设到四，也让你们一起带上天花板 ，OK， 哥带你们飞。You know I'm mobbing with the DOWG， 好，哥带你们飞，加油。你不知道带我们对错了，积分啊，七千啊，加七千，可以加七千，哎，蛮多的。打开我啦，我这不像你那么烂的，这一千拿开好不好？杀啦！干啦！杀的！有没有？有哎，漂亮哦，漂亮哦！你看我的那个演出的表现很好，观众很喜欢我。对，有观众缘。是谁的吗？这个，你看他声明就讨厌他，讨厌他。对，真的。会不会一直被抹黑？我卧薪尝胆，你看我手上的手牌，我一直在累积累积。他穷的只剩下钱。买什么钱？那又可以把钱放在浴缸？对。哦，对不起，你要被。啊！这还有挤下，挤下，居然被挤到了。这是什么彩彩券必中秘籍？哎，这样肯定上热门了。我也想点，也想点，我也想点。但是感觉是很哦哦，不错哦，爆红哦。来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不好意思，不用那么大力，轻轻来。我这个刚下去，马上就上了一个新的，直接涨一万订阅。好，哇，这一部很红哎，这部不错哦，觉得很厉害。现在到我要更新一下。好，更新一下。好，你立刻被推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我的也被推，没了。哇，这个好写实哦。一直被推，而且要一直，而且一直要有灵感，一直要出片。对啊，而且很想做很多事情。对，很想做很多事情，很想要。哎，真的哎，好真实哦，好真实。那我相信这次一定会有好成绩。哦，哇，哇。哇，真的红了，真的可以，它飞了，直接飞了。好，我就先飞了。另外还要加二，不错。哦，三一，哦，也不错呢。跟你，不起了，我先走了哈。我先拿个四，好不好？可恶，跟我的想象有落差。因为呢，我现在目前的策略是我一定会甩到四，游戏直接结束。OK， 那我就靠这个在九份装韩国人讲话。装到破十万订阅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可以合作，没关系。不用，我们直接来。我现在就想要干，真的自干了。哎呦，你们干前面都在那边重播，刚刚那边咿呀的。毕竟成功之后就忘记我们之前的伙伴了。在后面你们笑到那个裤子都快掉下来，现在这边怎么忘记伙伴？跟你讲，这就是战争。没关系啦，我们还是朋友。对啊 ，YouTube 的世界，这个就是战争。不开玩笑，好不好？我直接一波把它拍完，大家开开心心收东西收收，用到313。OK 啊，来喽，一四四了，一，哇，四二一，四二还不错，差一点点的，你们俩赶快合拍，我需要三个箱子，没问题，都最后了，对，都最后了。我有箱子，你需要你是什么？三个箱子。哎呀，三个箱子，我刚好有。哎呀，真是，就是伙伴，你要需要什么就给你。对，我就刚刚就想要自干。你看，我们就结束游戏吧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换我了吧？换你了，来个拍片灵感吧。哎，这个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拿错了。我觉得这个行为要扣分。我不能拍农场。原来你这次拍农场，要浪费5000个订阅。不用。不用那么着急，不拍一个农场影片被大家骂。然后我现在不能拍嘛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对，所以我只能抽。那阿 B 要多读一点书啊、哦。然后2张没了、oh, ，sorry， 没了 ，sorry， 对，该我素材还是不够，本人整理素材哦，这个好，但是整理控，你去整理弟妹的桌子啊，但是。有的确有拍，这是真的。到了，对不对？啊靠！我差缺很多哎。来，我可以帮你。大家一起啊！大家最后一起，手牵着手。可以了，我觉得我跟他第一
不是手牵着手。跟你讲，这就是战争 ，YouTuber 的世界，这个就是战争，不开玩笑，好不好？对，大家都自己人，大家都是 YouTuber。好，我在讲话。没错，我问你，哎，有没有被直接被忽略？我插一个两个灯泡，一个灯泡，这个补灯泡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像是一个齿轮，像是一个齿轮。那么这边刚好有一个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我还没轮到你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可以啊，这样合作应该这样合作应该还不错。我看好这一步真的很 OK， 一定会红，我会推，不会上热门，交给我。好，YouTuber 的世界。三一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三一还可以 ，OK 啦，还是 OK 啦。七仙境界，有爆了，有啦，爆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恭喜我先拿到10万，啊耶！好像这个是1:1的尺寸，有什么拿到了？好，接生牌 ，OK， 拿到了。那到你了，到你纸上，只剩我们最后两个。没有到你，你儿子啊？对耶，不想加订阅，三五哇，可以耶，13，一二。12、13、10万，恭喜恭喜，达成10万！哎，结果最后达成10万的是他。哎，还不是你们最后那一把霸凌，那个完全就霸凌。大家可以手牵手一起在台上，谢谢大家。不要啦，我觉得你现在需要的合作。哎，翻脸不认人啊！哎，你刚不是这样讲的？没有，我要体验。伙伴可以带你飞，我决定认真的，因为刚刚前面就是太挫折，我决定认真的研读阿 D 这个完整全解析最有效背单字的方法，好好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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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读书啦，对啦，后面的 QR code 扫一下，这个应该看影片好不好？有吗？有啊，真的啊，在哪里？有啊，后面有 QR code 可以扫一扫。哦，哇靠，真的耶，真的啊，不错吧？有没有看介绍？哇塞，有啦，哪有？没有，就有介绍。好啦，痛定思痛啦。仔啊，不要话那么多了哈，没有没有找你合作就翻脸了，很现实很现实。好了，是三一啦，三一 OK 啦，可以过10万，有过10万啊，还是超过我，还是超过我。因为还有一个拍影片机会啊，反正最后了，你做两本书，你太少了。跟你讲，这就是走到末路的 YouTuber， 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拍，穷到脱裤，自身知识。不要跟你讲，知识型频道就是走到末路就长这样。好，我真没办法，我觉得无法接不开。好，解析游戏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结束了。对。好，我们宣布分数最高的是史莱姆。我是范宏。你没有翻这个给我，因为我刚。随便来呀！说随便。啊，范宏，好了，走了，拿走了。分数最高是史莱姆，他得到了是10万零。3000订阅，我们就在旁边而已。三，我觉得你要颁一个奖是，就是顺序破10万的顺序也要。对，不用，不用自己了。最后，对，虽然说分数比你高一点，对，我觉得时间点还是比较重要，顺序来比较重要。好，结束游戏，结束游戏，好玩。今天是你们第一次体验吗？第一次体验，对，今天也是我第一次体验，订阅数超过。对。就在这里，就在能在这里了，好不好？网路算什么东西？回家买一打，自己在那边玩的很开心。对，自己以为超过了阿神啊，超过了范我啊，九妹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游戏它有很多就是设计的细节，是很符合真实的，符合现在真的当 YouTuber 会经历的一些事情。魔鬼在世间，蛮有趣的，对，但又不会让你太痛苦，对，就稍微抽掉一点点痛苦的成分，让他还是开心的。不过刚刚我们也看到，就是明明有人最后还是有人不要跟他合作，就这个不应该这样，对，但是这个不 OK 不 OK， 好吧，要注意一下，这应该是个人心理素质的地方。玩游戏看人品。我应该补得很不错，进攻过来。好，今天谢谢他们过来跟我们玩游戏。大家想要支持这个游戏的话，可以到泽泽上面，这是这个连结，这个连结。好，下面可以点，下面可以点，就点进去就可以进行支持这个游戏的动作，进行属于你的 YouTuber 生涯。对，玩一玩就可以自己去拍了。是 ，OK， 真的吗？真的，还不错。这里的经验，感受到，完全感受到了，可以的，身临其境。对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。耶耶，好啦，中意片拍记得俾个 like， 有咩想同我下边留言，最重要嘅我哋阿丁文，阿丁刘振富志，刘振富志，小维武，咁我中仔下次再睇，拜拜啦，咁多位。
拜拜。